我还以为卡住了呢，这你也不吃啊？哎呦，这么会拉扯，其实他这样很亏的，第一眼不吃，第二个那往后扭，这个被我打两下也没什么伤害的，走上去，我们要两吃。 经典贝克的 A 了，主要是这波者 A 有回血，我就三个刀，没是杰斯两个刀啊。来一枪，我原来有药的，没事，小伤，没药了。补刀了，我血量是两 W 能活吗？啊，应该不太能啊，被减速了。 我可是有鞋子的哦！我操！sorry 看谁先倒！该封封啊，这不是过年就不封人了，别封错了就好了。 算了算了，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啊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这样的，我没大。老妈总说我和他一个脾气。你不是有闪吗？你肿他呀！ 行吧，那换一个可以了。
找位置杀这个 EZ 先。当大哥的感觉。啊！不是，我还有血手的呀。走吧，我说我等下出百魔不会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导致一个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啊？检测到你的账号出去数据异常，服务器将断开的人家。如有疑问，请前往腾讯微信小程序。什么意思？开机被封了？哎，暴露了吗？终于还是连不上了吗？这号主你开挂了啊？怎么被封号了？号主，要不你自己上一下号啊？这上号基本上就拿下了啊！我他妈好像连不上了，要么是他妈开东西了，要么就是被举报封了。也有可能，但是举报一般不会封的，我打了那么多号也没见过那突然就被封了。